今天的运动哪会这么好，还可以当坐呢？我跟你讲，真正坐嘛会当吼，憋到规身躯拢是汗，所以欢迎咱的阿贵教练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阿贵老师。坐嘛有法多做运动。有啦 ，OK， 让你上岗吼，让你安尼就幸福的啦。真的哦，真的啦。啊，不过今日佫准备这个计时头啊，这支安尼吼，这就搓在上面。是来伤筋骨的这个滚筒。我足需要，因为我规身躯就先硬僵硬僵的呢。以前我知影一款的锻炼，不是一款的做介意一款的跑步有无？是啊。對所以腳都會比較硬、啊、所以今天我也來教這個我們觀眾朋友來送我們的這個腳這個筋骨好有當時我們如果是坐了很久的、啊或是我們很愛走路爬山有沒有我們這個腳頭骨跟我們這個腰脊骨這個地方就會綁了硬硬哎呦、欸、這是連貫性的對沒有對、哦、好我們今天就搞這個滾筒稍微來送一個好來第一步是什麼第一步來請坐、啊、你帶我坐、哦、好我帶你坐來我們把滾筒先放的、先放的放好放好了咱咱来爱坐咧滚筒头顶，好，好来，啊，咱拢坐正边，正边脚床配坐起来，正手吐好了后，来脚床，安尼哦，吐起来，吐起来，吐起来，慢慢啊吐，慢慢吐，嘿，这坐了吼，这个位置吼，最重要的是咱的坐骨爱坐咧咱的滚筒头顶。啊，那卡只要你吼会用打了稳，要安怎刷拢会用的？安尼啊，对咱这坐骨这所在，好，甲滚筒哦，软对头顶，伫个咱腰脊骨这所在，哦，啊，搁落来，对。哦，感觉安怎？哇、哦，很有 feel 呢，很有 feel 哈、啊，哎、啊欸，舒服。哦，平常时拢入袂到家来呢。对啊，因为吼，这个经过这个所在吼，其实吼伊较深一点点嘛，吼。啊，第二步要来啊，哈，好，来上完了后哈，好，来，咱即马先坐咧啦，好，坐咧，好，先让你较轻松一下哈、真正就听来。好，来，啊，咱等下吼爱搞手吐，吼，用手，搞、啊、手吐的时阵咯，吼，即马即个正卡先存好滴，好，正卡存好滴，来，倒卡打好，倒卡打好，再甲咱卡针搁扣较悬咧。哦，慢慢啊，慢慢吐吼，来滚筒吼，咱个塞个咱大腿，哦，伫个咱脚掌背下面，差不多大腿一半这个所在，是，哎，靠感觉哦，吼，哦，来，加骨卡深呢，你太足久诶呢，加骨卡深，你的表情会用较幸福诶无？有啊，我有笑啊，来，空吼，你这边吼，这条那是太久吼，迄个卡头夫啊吼，哎，韧带刚才伤硬咯，哇，哦，卡头夫就无爽快啦，哎呀，大家看下面是哇，你啊幸福。啊，那恁做嘛，免做伤久啦，吼，就三十秒到几分钟的，有没有哈？来，阿拉慢慢啊落来，慢慢啊落来，慢慢啊落来，好来。然后咧，有热无？我感觉讲淡薄热。怎么开始咧憋汗咧？血路就会通啊。然后，上重要代志就是爱换边啊。啊，滚筒更好。第一步哈，来先坐咧，好来，倒边卡床坐骨坐起来。啊，卡头骨小块弯弯。是。更好了后，哦，手踝对咱的坐骨。好、哦、啊，刷对咱家己的这腰脊骨，这些所在慢慢啊乱，唔免伤紧哈。若是感觉伤酸、伤硬啊，动作较慢呢。哦，好。哎、欸，真的呢，这些所在平常时拢是吼，咱去人过的所在。对啊，對好来，阿恁要第二个啊，好来，咱第二个，这滚筒伤咱这大腿外靠这个筋骨。哇，这嘛愈做就愈熟手啊呢。嗯啊。哦哇，真正拢有字条。啊，那是讲，咱那是无这个滚筒吼，会用伤这咱这脚掌背这个筋骨吼。我去等下，佮教你一招。哦，佮有一招。对，佮椅仔来做腰棍的，迄嘛足好个哦。哎呦，亚基亚就会当来做。对对对，出来面有椅仔拢能做。嗯，我袂相信。来来来来，然后咱慢慢啊，好来。哦，滚筒，好、哦、先停落来。哇，该救啊！啊，这滚筒扛诶，啊、哦，来来来，好，来厝内面有椅仔拢会用坐哦。若是无滚筒，咱会用坐椅仔嘛，是咱伤咱这脚掌骨的筋骨，好，咱的腰甲脚头骨较轻松，啊，坐咱椅仔头顶。好，嗯，好，来，啊，咱来翘脚，嗯，好、哦，来翘脚脚，好，来双脚摸脚脚，翘脚没人追究哦。老师你也很趣味耶来腳麻高起来啦来坐好吃这对我疼来舒开来吐开的时候辛苦咱挖大腿有感觉对吗有这边腳床背那个地方坐骨那个地方欸、我算讲是筋骨较硬的人，这是要按爱提醒这个筋骨较硬的人，要安怎？那是那筋骨较硬的人吼，咱下落去就是卖伤济，一梳梳就好，一梳梳啊，一梳其实就有感觉吧。安尼哦，来，爱换边啊，好，来辛苦起来哟、喔，好、哦、来，慢慢啊放落来，哈、嗯，爱记吼，咱吼这边做完那爱做倒边哦。
永远拢是爱两边爱 balance 一下啦，爱互两边拢爱共款哦。好，来啊，另外一边嘛是爱做一下，我既然拢已经做啊。好，来啊，就是三十秒就对啊。嗯，三十秒哈，上少，咱的桑嘛拢爱桑十秒哦。欸，真好呢，我感觉吼，今下子伫咧遮吼，阿贵老师你教这拢是非常实用的，感谢咱的阿贵老师，感谢。哎呀，别客气啦。哎，不过运动完吼，咱一定要啉水一下，对不？对，尤其是拄只咱做这个运动的时阵，你有感觉讲有淡薄啊热无？血都拢烫啊，对不对？我开始吼，你别关啦。来，啉一下，啉水一下。